三、西塘人文空间。参观完故宫的珍宝之后，可以小歇的地方就是三溪塘人文空间。乾隆皇帝把王羲之、快雪时晴帖、王献之、中秋帖、王洵、博远帖视为三件稀世之宝，将其珍藏于养心殿的西暖阁，因藏此三宝，故名三溪塘。乾隆皇帝胸怀古今，曾说吾今之名此堂，谓之为西贤、西圣、西天之意，爱贤崇德，顺法天地自然的治国之道，才是乾隆奉行的三西真意。看书品名悠闲时光，穿越时空的极致享受，有乾隆书房宝库的气息。故宫书籍免费阅览，位于故宫四楼三溪堂人文工坊。